你的温暖胜过金银财宝。我希望妈妈的生活永远都灿烂。妈呀，啊我的妈呀，啊妈妈咪呀，啊妈妈咪呀，啊啊妈呀，啊我的妈呀，啊我的爱呀，啊我的爱呀，啊。偶像。Oh my pretty mama， 巴登这个 Lady Gaga， 哦要我做这个那个，你到底烦不烦啊？扫了地要抹地，折了衣要洗米，看到灰尘一滴滴，明天被赶出家里。妈呀，啊我的妈呀，啊妈妈咪呀，啊妈妈咪呀，啊啊。身体感到不适，肯定是你按太多电话。你生活不如意，肯定是你按太多电话。妈妈的爱很扯，妈是爱打是疼。你不要想着顶嘴，妈妈永远都是对的。半夜三点才回家，老妈坐在沙发，家里是 hotel 是吗？看你是要肿瘤啦。啊我的妈呀，我爱你的唠叨，每一个新年祝你 forever young， 家里有一老胜过金银财宝。我希望妈妈的生活不存在忧伤。妈呀，啊我的妈呀，啊妈妈咪呀，啊妈妈咪呀，啊啊妈呀，啊我的妈呀，啊我的爱呀，啊我的爱呀，啊啊。金银财宝，我希望妈妈的生活不存在忧伤。啊我的妈呀，牵着手永不放，每一个明天希望你在身旁。家里的温暖胜过金银财宝，我希望妈妈的生活永远都灿烂。妈呀，啊我的妈呀，啊妈妈咪呀，啊妈妈咪呀，啊啊妈呀，啊我的妈呀，啊我的爱呀，我的爱呀，啊啊！哇哦，不得了了！马来西亚的朋友，你们的声音在哪里？左边的很大声，右边的，二楼的。你莫话被夹杀哦！是啊，是因啊！我想讲你真正马来西亚的。哎，嘉龙你错来哦！假假，台湾来的粉丝，我们帮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哇！但我刚刚看那边也有啊，那也是台湾吗？这边应该不是哦。哎，听说呢，人家不是包飞机就是包船，这次他们是包游泳团呐，从台湾游泳过来。这个这一位哦，叫陈梦贤呐，为什么叫全球巨星？因为他住在台湾旁边一个小岛，叫小琉球，全球巨星。那一颗球有这么大哦，大家要注意看才看得到。哎妈呢，你看人起码人一票人都是他的人，真的。哎，咱的人里头，哇，咱的人提白来呢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马来西亚的朋友啊，我来自台湾的这个全球巨星的陈梦贤。用马来西亚的话，啊、对对，我那个要有诚意，口音啊，我有写，我是台湾那个最帅、最有气质，有吗？身材最好的陈梦贤，有吗？希望今天的表演你们都会喜欢啊！哪有没有像啊？